这个就是垒土技术，你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根系的表现。我们通过浅流叶栽培的模式，所以它的根系就非常的发达，然后在沙漠的这种区域它也能长得非常的好。它是有这个城市的有机废弃物，比如说枯枝败叶、秸秆这些东西，经过这个预处理，处理完了之后通过有机合成把它压块，压成了这样一个个的机制块，这样的话它的物理结构非常稳定，保水吸水又透气，所以满足植物根系生长所有的条件。我们在卡泰尔有水培，有这个其他的基质培，然后我们的垒土的话呢，就是把水培和基质培结合成。这种垒土这个种植蔬菜这个适应范围特别广，我们的特长是在果菜。卡塔尔的蔬菜呢，就是90%都是依赖进口，都是有从泰国还有主要是欧洲，他们一般的话，从地里到卡塔尔都要5天。我们现在的种植规模是世界杯以前嘛，到了80个，还有大棚蔬菜。这次世界杯的话，就是说运动员各个运动员入住的大酒店，就是我们优先满足。也满足一些这个卡塔尔的高端的 shopping mall 那个商超里面这些高端蔬菜的供给，希望在2030年以前啊，整个中东地区的蔬菜能够做到60%的自给自足。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与卡塔尔方面进行了3年多的合作，这一次呢，很好的支撑了世界杯的蔬菜供给。我们探索了在中东地区解决全年的蔬菜供给的一些难题，尤其是用智能 LED 植物工厂和机制栽培技术和水培技术的结合，把中东地区的现有的蔬菜供给难题很好的得到解决。所以下一步呢，我觉得我们全力的支持我们研究所与卡塔尔方面的合作，更好的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中东地区，这个尤其是汇集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。